这是一张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梳妆台，暗红的油漆已经剥落，露出了木头的颜色，桌面凹凸不平的弹片刮痕尤为显眼，仿佛在诉说历史的沉痛与无奈。李幼霞是这张梳妆台的主人，他曾亲笔撰写名为《梳妆台是历史的见证》的文章，讲述梳妆台历经大轰炸被保存的曲折历史。那是1938年，日军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，开始对中国大后方暂时陪都重庆实施大规模空袭轰炸，而成都作为重庆周边的重要城市也难逃其利。日本对这个成都大轰炸的这个主要目标，一个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差别的轰炸，对这个学校啊、军校啊、这个闹市区啊这些轰炸，还有一个重要目标，这个还是轰炸这个机场。同年11月8日，日军首次袭扰成都，当天出动18架轰炸机，向成都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投弹100余枚，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，炸伤3人。此后，空袭愈演愈烈，敌军投入飞机数量从10几架到100余架不等，人员伤亡迅速增加，城内百姓苦不堪言。在大轰炸期间，成都民众有的外迁郊区或乡下，有的跑警报躲避日军的空袭。是睡一时都得来，你根本不知道白天或者傍晚，你都不晓得。当时这个通报这个日本飞机要来轰炸，所以说是用的呢，用的这个红灯笼啊、黄灯笼啊这些，比如说它灯笼出来了，黄灯笼出来了，预先警报出来了，就说日本飞机要来了，这下子就开始跑了，朝村外跑，朝郊外跑，或者城里头有的朝树枝多的地方啊，或者他们就能够隐蔽的地方去。过就是红灯笼出来了，红灯笼呢就是说明日本飞机快马上就到我们成都上空了。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2月18日，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，成都所受空袭多达31次，其中以1939年611和1941年727两次空袭规模最大，当时做油米生意的陈再伯家族就是在611大惨案中失去了亲人和家园。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头就有他是唐伯虎的画，是但是很有名的这个历史上，对不对？也有清朝郑板桥的画，书写的还有其他的，收集了很多名画。另外还有啥子，珠宝玉器器啊这些，那个时候人都爱收集这些。所以说回来看到全部砸光，全部砸光完，烧光烧尽。我们父亲想着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家务全部垮了，最后就一起就倒下去，就倒到地下，倒地下就没起来了。这样子几天以后就死了。死了过后来通知我们，妈把我们带回来，说我一回来我妈一看到房子砸垮完了，父亲也死了，所以一切依靠生活来源啥子恼火。我妈一气，一下就疯了，
他一发就打人骂人，就按着我们打，不准我们吃饭啊这些。说我们从小生活还是，我们两姊妹生活很苦啊，说的不同。据统计，六年间，成都繁华街道及人群密集地全部被炸，日军共投弹358枚，炸毁街道近82条，毁坏房屋3585间，死伤民众4000余人。以东大街为中心的环顺20几条街全部学为平地，因为过去的房子不是水晶，不是的水泥的，是木质结构的占多数，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房子，几个炸弹，几个燃烧弹，全部摧毁，变成废墟。他有些人只有手了，有些人只有脚了，尸体遍地。因为一发生爆炸，见到想出来跑噻，跑出屋嘛，就想着跑得脱嘛，就躲嘛。结果跑出来就他的炸弹，先丢的燃烧弹，把房子给你点燃。他是做调查的，他晓得成都的房子都是很老的房子，很老很老的木质结构的房子。燃烧弹丢，然后你跑出来就丢的爆炸弹。车荣的父亲车福老先生是巴蜀地区著名的作家、记者，亲历611成都大轰炸，对日本人的残酷空袭愤怒至极。随后创作《九死一生》《我是历史见证人》等文学作品，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。躲了三天回来过，我们的家变成废墟了，还在冒烟烟。100年的老旅馆，木质结构的一楼一底，占地三亩，是3000平方米，那么一楼一底就是6000米，全部化成灰烬。他当时就气晕过去了，我的母亲气得在黑边吐血。1939年，车福接到好友郭沫若寄来的信，信件所寄地址为西东大街25号，这正是天恩殿所在的地址，但遭遇空袭的天恩殿已成一片废墟。如今车荣家里还保留着家人在天恩殿被炸前后的合影，他经常拿着相片惋惜家族企业毁于一旦，也痛恨日本人对中国的无情摧残。2014年10月22日，车荣代表成都大轰炸赴日原告团在东京法庭做一审陈述，控诉日本政府的无差别轰炸行为。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犯了罪的人应该认罪，杀了人应该赔命，毁了人家家园的应该赔偿，还有就是通过这些事情教育下一代。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众人熙熙，如登春台。今天的春熙路一带，华灯璀璨，车水马龙。在盐市口繁华街区的一角，遗留一面独特的墙壁，当我们走近，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墙面斑驳的痕迹。大轰炸期间，日军的炸弹摧毁了这一带的房屋街道，唯独这堵墙没有被炸毁，作为居民小区间的天然屏障，它被保留至今，成了最珍贵的成都大轰炸历史建筑。一个刮痕，一堵凸墙，一张照片，一封信，已成为历史的痕迹。即使时光的车轮已走过70个来回，但历史不会被冲淡，相反的，愈见清晰。在这些痕迹里，我们重温历史，感恩和平。